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看讲义第二章，认识佛教。这一次佛法修学系列，我们在前面第一章为大家先辩证，今天末法佛教的衰微现象，我们也引据了经典为大家报告。这些现象都是出自于人为的，而不是佛法有衰微。佛法是正法，是真理，没有兴衰。所谓的兴衰是人心，是道德，甚至于是魔王仗法。所以世尊的佛法才有兴衰。那么一直到这个末法时期，可以说佛法衰微，人心向道的心已经是降到了最低点，衰微到了极处，然后就会出现末法学佛许多的怪乱现象。无论是从指见上，或者是从佛法修学的方法上，或者是我们人心道德的衰微。因此才让有心人，让魔王，让仗法的人，让他有机可乘。我们处在这个末法，能够降生到这个时代来，我们自己本身烦恼习气业障就已经是很重的了，还没有等到人家来障碍我们，我们今天对于重法，对于认真修学，本身就已经退转了，那么再加上外头的财色名利，再加上冤亲债主魔王的障碍，你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所谓是我们是贪嗔痴慢极重的代表，在这样种种的条件因缘之下，多少人能生起向道的心？纵然有心向道，而在这个末法邪法太多，邪师太多，你一个不小心就落入了邪道啊，严重的落入邪知邪见，轻微一些的把自己修行的方法给歪曲了。
这样子，这一生如何的辛勤修学，你都不能达到正果的目的。所以我们在前面第一章用了37堂的课程为大家辩证，就是要让大家辨别何为正法，何为邪法，先认识今天末法的状况之后，然后我们接着第二章，我们正式的进入来认识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真正要传授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法。所以这一章叫认识佛教。我们先看第一题，请看讲义。从佛陀出生的目的说起，《法华经》方便品，诸佛世尊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这一段文取自于《法华经》。首先我们先要来认识释迦牟尼佛降生在我们这个世间成佛，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能够掌握到这个目的，换一句话说，你就能够掌握到你今天修学的纲领。大概在3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示现成佛。他老人家在讲经里头给我们透露消息，同样也是在《法华经》。在《法华经》第16品受量品，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自己9远劫以前他就已经成佛，他不是这一次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他才成佛的，9远劫以前就是佛了。在《梵王经》里头，世尊再一次的告诉我们，他说我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做佛不是第一次，他老人家这一次来成佛是第8000次，可见的释迦牟尼佛他的前身本来是佛。那本来是佛，今天观我们阎浮提众生的根基，我们得度的机缘到了，佛看着我们阎浮提这些众生啊能够接受他大法，这个世界因缘到了，所以他选择降生在人道，在我们世间做佛。这个他的降生在后面呢，我们在8相成道里头会介绍，这里就不多提。
那么降生成佛，他不能够以一种很神奇的身份来实现。他的实现一定要跟我们人道众生能够接受的这种啊观念范围能相应。所以他选择跟我们人一样，有父母，有家庭，然后呢，放弃世间这一切，出家修行，开悟正果。而在受量品，在梵王经里头，他早就告诉我们，他是示现来的。不是说他在今天啊，悉达多太子这个身份啊，他本来是迷惑颠倒，然后通过修行他才开悟正果的，不是。以悉达多太子的身份修行，表演而已啊。而他老人家真正是再来人，就是要让我们接受佛是从凡夫修行成就的。那我们现在我们是凡夫啊，我要肯认真修行的话，我也一样能够成就。所以他老人家成就了之后，再给一真法界里头那些大菩萨讲经说法，他老人家就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第一个给我们带来的讯息就是，一切众生九法界里头有情众生，虽然我们苦在六道里头轮转，但是佛告诉我们，有情众生有佛性，你有这个佛性，你就能够成佛。那今天为什么成不了佛呢？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六道凡夫，我们还有坚固的我执，还有种种的烦恼习气，还造罪业，所以让我们还不能成佛。你要成佛，你就要认真修行，摆脱自己的业力。过后，世尊49年开始他讲经说法度化众生的工作，把这宇宙人生真相为我们说明白，讲了42年之后，到最后的8年，佛把他以前所说过的这些经，不管是大乘经、小乘经，无论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世尊最后把它归纳为一佛乘。所谓的一佛乘，就是你认真的修学佛法，你最终一定能够得到佛法最高的利益，就是成佛。就像一开始他给我们说的，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一样。所以最后8年，佛为我们开演《法华经》的重点。《
法华经叫成佛的法华。换一句话说，法华这一部经是世尊49年讲经说法的一切法的最后归纳。把前面所说的一切重点归纳到这8年来，在《法华经》第二品叫方便品，佛说出了这一句话，他说：“诸佛世尊，唯以一桩很重要的大事因缘，所以诸佛示现在世间作佛。”大家发现到没有？诸佛一定示现在我们世间作佛。六道里头，为什么佛特别选择在世间成佛？为什么他不选择在其他道成佛呢？因为六道里头只有人，只有你得了人身，你才听懂佛法。虽然得人身，我们烦恼习气很多很重，但是佛说不怕，不怕你烦恼习气重，就怕你不肯听佛法，就怕你不能接受佛法。而佛观机在这六道里头，只有人道的众生啊，真正能够接受佛法。三途恶道的众生没有机会听经闻法，阿修罗的烦恼习气比我们还重，他福报大，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学佛。天道这些天人天福很好啊，所以他们迷在享乐里头，他们下不了这个决心要学佛。只有人道虽然烦恼习气重，但是呢，人道众生啊，能够在自己受苦，能够在自己吃亏的时候啊，容易引发起要求出离的心。生活在苦里头，总会想着我能不能不苦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苦啊给挨过去呢？佛就看了这个时节因缘，所以当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佛就会想方法为我们开示佛法。因此他老人家一定选择在人间示现作佛。那么在座诸位，你要明白了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就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得人身的可贵，我们不如天人，福报不如他们，比起三途二道，我们又比他好得多了。而这一生能来投胎做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缘遇到佛法的。你看我们，单就我们这个阎浮提，几十亿人口里头，你说多少个遇到佛法的呀？啊，
进到佛门，遇到佛法之后，多少个人是能遇到真法，多少个人是真正知道要了生死，处理六道轮回的，又真有多少个人能够遇到净土念佛法门。像在座的我们这算是遇到念佛法门了，多少个是真正这一生发心要求愿往生的。你看，纵然得了人生，还不担保你这一生就能成就成佛。而重重的这些难关，我们今天都已经突破了。人生难得，我得了；佛法难闻，我听到了；正法难遇，我今天遇到正法；善知识难值，我今天遇到阿弥陀佛这样的大善知识，劝导我们这一生看得破，放得下，求愿往生。纵然自己烦恼习气重，不怕。什么时候自己觉悟了，什么时候自己真正能把它看破，能把它放下了，一放下，业障烦恼习气你一放下了我执，轮回就没有了。能放得下吗？我们还真放不下。但是呢，我们遇到阿弥陀佛这个法门，认识到了这个不必断烦恼，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能帮助我降服我的烦恼习气，能帮助我这一生少造罪业，不至于啊我的起心动念都一直被自己的烦恼习气所控制啊，我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已经念的功夫有力了，妄想杂念这些烦恼习气一起作用，我心中的阿弥陀佛就有力量能把它降服下去。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无需断烦恼也能处理六道的方法，只要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临命终的时候，服我的烦恼，服我的习气，服我的恶念力，服我的业障，跟冤亲债主和解，不来障碍我，让我临命终正念分明，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坚持到临终最后一念，我们这就满了阿弥陀佛的大愿。阿弥陀佛随时都在等着接引，像这些啊临终最后一念还称他名号的人，佛帮我们把我们从娑婆六道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出轮回去了。那么你看看，这今天得人生，遇到佛法肯学佛，进到净土念佛法门来也肯念佛，但是有多少人真正下决心，我这一生决定要求往生啊？
那么世尊告诉我们，不是他一尊佛而已，一切诸佛来我们六道视线做佛，都是为了一桩重要的大事。法华经告诉我们，所谓的大事，欲令众生，就是希望我们这些跟佛有缘的众生，能够开始悟入佛的持戒，讲的两桩事情。第一个，为我们讲经说法之后，佛给我们开示佛的知见。第二桩事情，我们听经闻法学了佛之后，知道佛法好，肯依教奉行，让我们悟入佛的知见，也就是学了佛了，我们能得多少学佛的好处？什么人得的多，什么人得的少？从你听懂佛法之后，你肯认真去做，你做的多，你得的就多；做的少，自然那个利益得的就少。那么佛今天要给我们开示什么样的知见呢？第一，也是在华严会上世尊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佛，而世尊这个老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你今天皈依三宝，我们拜佛做老师，我们三宝弟子，而老师对我们这些三宝弟子的期望，不是期望我们对他的恭敬供养，老师对我们三宝弟子的期望，就是期望我们能够做得跟他老人家一样。所以为我们开示的第一桩大事，就是要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来接受老师今天教导给我的，就是引导我要我做的跟他一样。如果说老师佛陀你传给我的呢，虽然很好，但是呢到最后所得到的利益啊还比你差一点，那么这个不是好老师啊。既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佛陀也是从苦难众生通过修行最后成就的，他是已成就，我是未成就，我是还没有成就的。但是佛给我们信心，只要我们肯依教奉行的话，我们也一定能够成就。那么你想成就，你就要对自己现在的环境有所认识，也就是说这今天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啊？不能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呢？佛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所谓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佛把我们生活的空间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佛把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包括这个色身，乃至于我们的想法看法，乃至于我们过去生的造作，
今生的果报，今生的造作，来生又会是个什么样的果报？佛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不管是宇宙的真相，人生的真相，佛给我们最后的结语，他告诉我们，你今天听到的、看到的、懂得的，统统都是假的。所以世尊在华严会上告诉我们，世界微尘本来没有啊。换一句话说，宇宙在哪？人生在哪？佛说统统都是假的。假的，但是我们在这六道十法界里头，我们所看到的通通都是真的。怎么说它是假呢？因为我们执着了。你心里一生起一念的我执，六道山河大地它就有。今天物理学家已经给我们证实，物质有没有呢？物质也是假的。你眼里能够见到再大的这些事物，经过科学的分解，到最后，最新的物理报告告诉我们，这都是波动的现象。波无形啊，本来没有啊。三千年前世尊告诉我们，心动，你的心起了一个念头，念头动了，山河大地就形成了。你念头要不动，什么动？那么这一些宇宙山河大地，乃至于我们这个人生，佛法不跟你讲谁创造的，佛给你讲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因缘具足有，缘尽这些物质是缘聚缘散。你这个肉身，你这一期的生命也叫缘聚缘散。乃至于我们的人生，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人与物之间，还是缘聚缘散啊。它有一个使用期呀，过了这个使用期，缘尽了。所以世尊在《金刚经》里头给我们讲，这叫一合相。三千年前，佛陀就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明白，这个叫开示。佛之知见，那佛的这个知见哪来的呀？是他老人家坐在那边禅定想出来的吗？不是，而是成了佛之后，佛以这种圆满的智慧，清净没有障碍的禅定里头，突破时间，突破空间，没有了时空，佛
看到的事实真相。如果还有时间的存在，还有空间的存在，那么这就是九法界众生看到的假象。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还有时空的障碍，所以我们眼前看了六道，我们看人、看事、看物，我们看到的都是假的现象，不是真的。为什么说它是假呢？刹那生灭，了不可得，因为它不能永恒存在。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光阴，你就得死了。人与人之间，也叫缘聚缘散。乃至于世间这一万事万物，你说哪一法能够离开因缘果报？没有一法能够离开因缘果报。既然离不开因缘，佛告诉我们的真相，我说即是空。空是什么呢？缘尽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六道凡夫为什么造业呢？我们就在这个空相里头，我们去执着它一个有。六道没有，我们执着它有。你的恩爱眷属有没有？没有，我们要执着它是我的恩爱眷属。冤亲债主有没有？佛跟你说也没有。但是我们遇到冤家对头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好受啊，那就表示你执着他有。好事坏事有没有呢？佛跟你说没有。但是我们遇到好事就开心，遇到坏事就伤心。你使用的这些桌椅板凳，乃至于你一生的财富有没有呢？佛跟你讲没有，缘聚缘散而已啊。但是我们把它抓得紧紧的呀，因此我们被这个宇宙人生的假象给模糊了，给骗了。你一执着它有，你就起烦恼，你就造业，然后你就受果报。而世尊在那种圆满的智慧，他看到的事实真相，所以他老人家讲经说法49年，把这宇宙人生的真相，把这个他老人家的境界，佛的指见为我们开示，给我们讲解明白。听不懂的人很多，所以他迷惑颠倒。听得懂的人也很多，但是虽然听懂了，照样迷惑颠倒。你说他都听懂了，为什么他还迷惑颠倒呢？他听懂的是道理呀。但是当财色名利现在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定啊，他仍然被考倒。必须是佛为我们开示之后，你要能悟如。什么叫悟如呢？道理我明白了之后，我要肯认真去做，做到了你就叫悟如，听懂了没做到还没有如，你还没有禅定功夫。所以佛门讲开悟
有两种，一个叫正悟，一个叫解悟。世尊给我们开示的这些道理我听懂了，但是我还没能做到，这个叫解悟。听懂道理之后，我认真去看这个宇宙人生，我慢慢去学啊，一直提醒自己啊，佛告诉我的，山河大地宇宙这一切都是缘聚缘散，假的啊，不要当真。今天人家对你好啊，我们笑笑也好；今天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也笑笑也好啊，都是缘聚缘散。大家能够在一起，不过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而已。啊，佛就把这个人生给我们讲明白。我们从原先最先的明白之后，当自己落入在这个现实生活人生里头，你能够在顺境里头不起贪着留恋，你能够在逆境里头不起抱怨啊，心不怀恨，这个叫悟入。你已经进到这个境界了。什么境界呢？你看顺境现在我面前啊，我能够不贪着不留恋，那表示你修行有定功啊，财色名利要摆在你面前你都能够如如不动，那你是修行人啊，你有功夫啊。逆境来的时候，多少的冤家对头来讨债，或者自己遇到多少不顺的事，自己没有丝毫的抱怨，你也不会恨你的冤家对头，你都能够逆来顺受，这表示什么呢？你要有多深的忍辱功夫，你才能做得到啊！啊！所以在顺境里头，你已经误入了佛之之见，假的。既然是假的，我有什么好开心的呢？啊，我就跟平常过日子一样，啊，人家对我好，我点点头笑笑，啊，我知道报恩来的。啊，人家对我不好，我也点点头笑笑。我知道讨债来的。那对自己呢？自己时时是他这个有误入的人啊，在这样的境界里头，他时时能够提醒自己，不管什么样的因缘状况，不管什么样的条件，我都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么这个人呢，他不只是解了，他还证入了。啊，刚才说如果是解悟的话，道理能够明白很多，但是自己呢没有办法摆脱境界啊，仍然是人家对我好的时候我心花怒放，而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呢，我就发脾气，我就抱怨啊。道理明白，明白归明白，但是财色名利境界现前的时候，自己没有定功，做不到。对佛的这个知见呢，对开始悟入，你只学到一半开始啊，你听懂佛的开示，但是你没能够去悟入佛的境界，那不怎么办呢？那佛告诉你，必须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处，在我们的处事待人接物当时，把我们听懂这些道理，把你
对佛的这个开示所懂的，学着来做，学着用在自己的起心动念，用在自己的起心动念处，训练自己在人生里头，你要接受磨练啊。上一次人家对我好，我被骗了。这一次人家在对我好的时候呢，那有了上一次的经验，那我就要告诉自己，哎呀，假的啦。上一次人家对我不好，我起怨恨心，甚至我要报复。听懂佛法之后，这一次再遇到人家对我不好，哎呀，算了啦，知道他们都是讨债来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学佛人境界上的差别。而你看我们学佛的弟子，就是听懂佛的开示的，就已经了不起了。而特别是在咱们今天末法时期啊，你看还有更多的这些所谓的佛弟子，连开示佛的知见他都没听懂，他把学佛当作是人生的享受，他把学佛啊当作是求人天福报，他把学佛当作是一门学问在研究。你说他有没有入佛的知见啊？他没有入佛的知见。诸位，像这些的大佛学家呀，比学佛人更多。那么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们学佛，宁可做一个最低等的学佛人。什么叫最低等的学佛人呢？道理我知道，好跟不好我也知道，善恶我也知道，因果我也知道，但是我就是没有修行，我就是没有境界啊！财色名利一线前来的时候，该怎么倒我就怎么倒，该怎么上当照样吃亏上当，这个叫做最低等的学佛人。宁可做这种的学佛人，也莫要做大佛学家。什么叫大佛学家呢？经典道理懂得比谁都多。那么如果讲到修行，讲到去做，哦，我讲给你们听，我的目的啊是教你们修啊，我呢我不必修。那宁可做刚才我说的这种最低等的学佛人，人家还在笑我们，你看这个人学佛学了几十年啊，甚至出家了几十年，还不是照样迷惑颠倒，还不是照样醉生梦死，但是至少我知道因果，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我知道我自己不该这么做。那知道了你为什么还做呢？就是因为我没有修，没有这个定功，当外头诱惑境界现前，以勾引我内心贪嗔痴慢的时候，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就被牵着去了。啊，正在做的时候，甚至是做过了以后，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我把它形容成这种人叫最低等的学佛人。但是至少他知道什么叫该做，什么叫不该做。大佛学家呢，即便是做错了，不该做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认为自己做的永远都是对的。那么这一种人在佛经里头就叫破见之人。只见破了，你就是佛亲自来教他，他也听不进去。啊，那刚才说的那个低等的学佛人呢，破戒之人，经典教戒，他没能做得好，甚至做错了事情。那但是他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坏事，他知道自己呀也不应该做这些坏事，他虽然破戒，但是他不破戒。那么佛说，破戒之人你尚且有救，你只要认真的忏悔，忏悔一次不够，你生生世世的忏悔，总有一次啊，你能够忏悔成功。什么叫忏悔成功呢？下一次你再叫他做的时候，他的警觉心就起来了。这一次我有能力告诉自己我不应该做了。这个就叫做修行已经进步了的人。所以佛说，这样的破戒的人，这样的一个低级的学佛人，你还有救。那那个所谓高级的大佛学家，纵然他自己错了，佛亲自来指导他，拿开佛的经典教戒来对照，这佛经写错了啊，不是我做错了，是佛经里头写错了。那你说像这样的人无惭无愧，他什么时候能回头啊？他没有回头的一天啊。所以佛才说啊，你破戒我也没能力救你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首先我们开示佛智之见，听经闻法，把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把六道十法界的义正庄严，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搞清楚。真相是什么呢？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咱们今天执着的这一切，乃至于今天我们的烦恼习气，你贪心重，你嗔恚心重，你脾气很重，烦恼习气很重，佛给你讲什么呢？毕竟空。原来连我们的烦恼习气也叫空，也是假的，本来没有，不可得。那我们就有信心了。咱们一生最苦恼的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如果说通过修行叫我放下恩爱眷属，这个大概还能做得到。通过修行来认识我们的财产名利地位也是假的，要我放下，我们也还能做得到。而我们一生面对最大的难题，就是自己一生无始劫来的这个烦恼习气。那今天佛还是告诉你，无所有，毕竟空。你的烦恼习气哪来的呀？一时迷惑颠倒，把假的看成是真的，你迷了。这个本来就没有的。马明菩萨所说的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啊。本觉就是你能做佛的这个佛性本来有的，不觉你的烦恼习气叫不觉。原来无始劫到今天，无明烦恼假的，它本来没有，只不过是一念迷，迷到无量劫今天，没有的变成有的，那个本觉有的，有的反而变成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开示佛之之见，我们就有信心，我今天就要悟如，去把我那个本来有的给找回来。而这个本来没有的这个烦恼习气呢，本来没有的这些烦恼习气不理他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禅定功夫，我仍然也还造业，我还做错事情，我有时还迷惑颠倒，但是我知道他是假的，他是暂时把我给迷了。那你看，当他不迷我的时候呢？当他不迷我的时候，我清楚明了。或者他正在迷我的时候呢，我也很清楚。他在迷我。他在迷你，你为什么还让他迷呢？不是我要让他迷啊，是我一点修行的功夫都没有，所以我这个时候就好像那个喝醉酒的人一样啊，我也知道有人在拉我啊，但是呢我自己就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想把自己给拉回来，但是手脚不听我使唤呐 啊你看那个喝醉酒的人，那他没有全醉，全醉也都倒在地上了。你看他这个半醉的时候呢，他还没跟你讲话。所以他人家做什么他清楚明白，虽然清楚明白，但是自己做不了主，任由人家摆布。那么诸位，我们今天如果还没有悟入佛之之见，也就是我们还没有修到这个定功的时候，但是至少我即便今天我迷了，我做错事情了，但是我心里清楚明白，我也知道我为什么做错事情，只是我这个时候就像喝醉的酒的人一样，我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我的习性就任由着这个因缘来主导我。那怎么办呢？佛教导我们，你就得通过戒定慧的修行。那不管你听经也好，你念经也好，你念佛也好，你参禅学密也好，只要我们不舍离世尊的戒定慧三无漏学，让自己清净心现前，让自己稍稍做得了主啊，自己能够做得了主，这个时候迷惑颠倒来了，你自己就能知道啊，这个也叫如了，悟如佛的之见。那么佛说以大事因缘出现世间，就为了这一桩事情，告诉我们宇宙十法界六道人生的事实真相，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然后通过戒定慧的修学，让我们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我们认真的修行，你什么时候能够掌握住自己，不被牵着鼻子走了，那么你才能够悟如这个境界。
啊，一进去了，你修行的境界，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清净心，肯定是越来越强，啊，清净心越来越大，到你能够除烦恼，到你能够消业障，到你念佛的功德能够跟冤亲债主化解冤结，那么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我们一生的善根福德因缘能够做主了，具足了，到你晚年临命终的时候还是能够做足，能具足的话，必定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佛教第一堂课，我们就先要知道老师来到这个世间他教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去听老师的教导，我们该怎么去听了老师教导之后把它落实在我们的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处，那么你就掌握到法华经里头所说的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世间，欲令众生开始悟入佛智之间。好，今天时间到，这一堂课为大家报告到此地，阿弥陀佛。Thank you.